系人都知道送礼永远送咩都系错，尤其是系送礼俾另一半，而我就曾经中过好多次招啦。等等，你睇下呢支唇膏啊，我记得上次行街嗰阵你话好中意噶，送俾你嘅。呢支系七号色，我想要嗰支系八号色啊，你都唔够细心嘅。嗱，你哋话究竟呢两只有咩分别啦？咪又系粉红色。B B 啊，我朋友话咧呢支美白精华好好用噶，所以我即刻买嚟俾你试用，我系咪好抵石先？抵石美白精华，你而家即系嫌我唔够白啦？有时候我真系觉得我活着就是罪。B B 啊，嘿，等等，点啊？中唔中意啊？最近啲好贵噶，你又乱使钱。喂，等等先，明明是你之前明示过我买的啊，看来今次纪念日我唯有出杀手锏啊。 B B 啊，你看看上星期啊，我去了健康亚洲开了这个户口啊，他新的客户有成高达9000蚊的迎新礼遇的，还有现在做3个月的定期，再将这钱 keep 在活期户口，还有额外的优惠年利率添的。嗱，你平时都成日说我大洗啊嘛，好，依家我就的起心肝为我哋嘅将来去储钱，点啊？中唔中意啊？做咩对我咁好啊？系咪做咗啲对我唔住嘅嘢？佢唔系有嬲啊嘛？喂，我喺呢边啊！吓，嬲啊！嬲你咁迟先话俾我听。其实我都唔系咁野蛮啫，只系想为我哋两个未来幸福着想。嗱，我哋女仔就系咁简单啫。